是中华福音神学院吴宪章，我们来读启示录里面，当上帝出手时，十五章第一节到十六章第十一节。我又看见在天上有意象，大而且奇，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，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。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，其中有火缠杂，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，并他名字的树木的人。 都站在玻璃海上，拿着神的琴，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，说：“主神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，奇哉！万事之主啊，你的道途易哉，成哉！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给你的名呢？因为独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。”此后。 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，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，胸间束着金带，似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的活到永永永远,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，因神的荣耀和能力，殿中充满了烟，于是没有人能以进入圣殿。 只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，我听见有大声音从殿中出来，向那七位天使说：“你们去把成神大陆的七碗倒在地上。”第一位天使便去把碗倒在地上，就有恶而且毒的疮生在那些有兽印记拜兽像的人身上。第二位天使把碗倒在海里，海就变成血。 好像死人的血，海中的活物都死了。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与江河的泉源里，水就变成血了。我听见掌管众水的天使说：“昔在今在的圣者啊，你这样判断是公义的。他们曾流圣徒与血、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，这是他们所该受的。”我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：“是的，主神、全能者啊。” 你的判断一哉成哉。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，叫日头能用火烤人，人被大热所烤，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斋的神之名，并不悔改，将荣耀归给神。第五位天使把碗倒在兽的座位上，兽的国就黑暗了，人因疼痛。 就咬自己的舌头，又因所受的疼痛和生的疮，就亵渎天上的神，并不悔改所行的。启示录读它四个字：第一个管，上帝管，掌管；第二个乱，人文灾害、天然灾害、超然灾害；第三个是藏，藏在第七章，躲藏起来；最后第四个是传。 学习第十、第十一章，约翰吃书卷，跟十一章两个见证人传道。因为再来，这世界越来越乱了。讲七碗之前，插入十二到十四章，里面谈魔鬼学、撒旦学，借着六六六，窃取人应当把荣耀归给三一神，却窃取变成来敬拜他。十二到十四章特别提到上帝要出手，出手的十四章借着快镰刀、愤怒的九叉。 就开始预告呢，第十五章以后开始的七晚，那个七晚的焦点当然是三一神在玻璃海上面，就如刚刚讲的巴黎圣母修道院那个敬拜，又回到十五章的敬拜，十五章的敬拜还包括呢，上帝是透过羔羊，透过圣灵，三一神是整个敬拜的焦点。 不敬拜三一神的，跟六跟六六有关的话，就会被上帝放在愤怒的大酒渣。正如十四章后面所预告的，那要让羔羊成为你的救赎，就一定会留习旧约了。十五章特别留到提到呢，呃，摩西、米开朗基罗所雕刻在罗马的摩西唱摩西跟羔羊之歌。摩西死了，他在尼波山遥望迦南。 其实在遥望羔羊耶稣，正如也是呢，在梵蒂冈博物馆里面你拍得到的，就是拉斐尔所画的山《登山变貌》。《登山变貌》呢，右边的就是摩西，左边的是以利亚。五经跟先知书所盼望的耶稣，难怪呢，十五章上帝要出手的行审判呢，用摩西跟羔羊之歌。摩西跟羔羊之歌。 进入启示录就发觉呢，从就业到新约要结束的是就业最重要的人是摩西，新约主要是耶稣。这个情景的转变呢，我们进入启示录的文脉。启示录文脉呢是十二到十四章是插入七印七号之后七晚的中间，之后呢就开始把焦点转到十五章的宝座。我们看呢，在七个十二到十四章七个预兆。 七个神迹当中呢，约翰的描绘焦点一再的转变。他十二章先从天上，十二章转到地上，十三章有海兽跟地兽，接着十四章的西安山又焦点抬高，到了七晚我们现在所读的十五章呢，又回到天上十五章第一节天上有大异象，跟天上的玻璃海，如此转换的焦点。 约翰呢，正好提供信徒呢，就留心，神的儿女在世界上呢，就是世界是握在恶者的手中。也正为以弗所说的，在以弗所书保罗第六章所说的呢，我们的征战本质是灵界跟撒旦的征战，不是军事，不是政治，是灵界。因为撒旦试图迷惑人，逼迫属神的百姓，包括十二章那个富人为代表。 不跟撒旦为伍，没有六六六的话呢，他就会封杀你。可是呢，因为羔羊的血，这个羔羊就是妇人所生的，撒旦从天上被打下来，十二章第九节，被打下来的撒旦呢不爽，逼迫妇人，接着用海兽跟地兽，就是十三章有海兽跟地兽的形象出现，仿造得胜的羔羊，要窃取上帝的荣耀。 无所不用其极，好霸占世人本来应当把敬拜归给上帝的，通通归给撒旦。但是约翰这样的对比，无非让我们选择儿女懂得，虽然受跟撒旦追赶富人，还好富人有矿也可以保富。 而且，当撒旦模仿三一神，用龙、海兽、地兽来逼迫属神的百姓的时候呢，如果神的儿女不愿意受受印记的人，却有羔羊在十四章跟上帝的名的印记，你就可以跟羔羊有上帝的名，站在喜安山等候呢。山下的人会被上帝愤怒大酒渣、快镰刀审判。上帝要出手，上帝在十四章最后预告要出手。 巴比伦城要垮，拜兽跟兽像的人，通通要放在硫磺火湖。十五章七晚就是十四章预告的应验。启示录到了十五章，约翰呢就用上帝要行审判恶者来成为他的最后的焦点，为叙述末世最后上帝要出手，约翰可用多了。 他用约尔书，用撒加利亚书，他更用出埃及记，特别七晚前面的五晚用出埃及记，好让启示录的七号跟七晚，啊，七号七晚紧紧相扣，整个都回应出埃及记，目的是因为呢，当初法老王辖制以色列的百姓，现在撒旦辖制所城的百姓。 借的六六六。6, 当初上帝如果透过摩西把法老王辖制的百姓吐出来、救出来，上帝透过羔羊要把他的百姓从人间六六六辖制的这世界当中，把他高位把跟从羔羊的人救拔出来，然后上帝要行审判，上帝要出手，如此读法。 让你联想到法老王跟埃及的人遭遇何等可怕，跟从兽的人跟羔羊的人也非常可怕，也凸显出上帝的主权呢是全世界的、全面性的。他只有上帝配得审判世界上的任何的恶人，审判的权柄、荣耀、国度都在上帝手中。了解出埃及记跟这段的对比的时候呢，再看戏的三个角度。第一。 上帝如何在出埃及记行十个神灾，照样在启示录呢？所描绘末世，上帝借着天然灾害行审判。因此，启示录里面有出埃及记有雹灾、有火、海水变血，这个呢就出现在七碗当中的前面四碗；重水的阴沉，这个出现在第三碗。 黑暗之灾出现在第五晚，包括毒娼出现在第一晚跟第五晚，日头烤人出现在第四晚，这些启呃摩西十个灾东西所描绘呢，法老王要吐出来，透过摩西所行的十个十十个灾呢，在启示录通通出来，无非要攻击或者是要逼迫或是要让呢撒旦下面。 瑕疵的人能够被吐出来，撒旦你要缴械，因此才会唱摩西跟羔羊之歌。这、就是第一个角度。第二，过了红海的以色列民，目睹上帝如何将法老王的追兵把他淹没水中，因此法呃米利安就在红海那边唱摩西之歌。这边是因为羔羊把我们二者从二者撒旦手中救拔出来。 因此呢，我们就在七号七晚之间呢，会要唱呢《羔羊之歌》，就像他们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唱《摩西之歌》完全一样。第三，如鹰被神背在翅膀上，飞到锡安山下的以色列民，会看到山上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跟地震，出现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十六节到十八节。 启示录的七号的审判也一样的情景，七号的情景在十五章后面就提到呢，会有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。这个雷轰、大声、闪电、地震呢，出现不只是这边第八章五到六节，十一章十九节是七号之后，十六章的十八节是在第七晚之后，也就是那上帝要显现了。 上吊出手了，省得百姓可以唱摩西跟羔羊之歌了。因此旧约摩西之歌预告羔羊之歌，正如呢，呃、哎，拉斐尔所画的登山面貌呢，上帝是透过耶稣要救赎他的百姓，同时要行审判。其实摩西跟羔羊之歌是很多旧约跟新约的类比的，因为七号跟七晚聊起了出埃及记的情景，摩西行十个神差，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。 可是以色列人被约，在旷野呢试探，受试探四十年，入迦南地以后呢，还受上帝的愤怒，因此北国给亚述所灭，南国被巴比伦所灭。可是新约的这个救恩，透过马太第一章一第第一章所描绘呢，上帝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的耶稣，让耶稣在旷野受试探。 四十天对比犹太人在旷野四十年受试探，犹太人在旷野呢是失败的儿子，耶稣受试探的时候呢是上帝得胜的儿子，耶稣受试探之前被约翰施洗，约翰受洗，这是我真儿子。正如登山变貌的时候呢，摩西跟以利亚在旁边的时候，上帝说这是我的儿子。上帝只透过他儿子。 说这是我的儿子。上帝只透过耶稣说这是我的儿子。上帝没有透过人间任何教主，不管释迦牟尼、穆罕默德、孔子、孟子，说这是我的儿子。因此，犹太人要靠近上帝的管道是耶稣；外邦人要透过上帝的管道是耶稣。犹太人唱摩西之歌，你最后的焦点是透过耶稣。所以，高羊之歌跟摩西之歌聊起了。你留心世界上。 二者辖制的时候，你要把焦点放在摩西所预告的羔羊耶稣。因此，十五章带给我们一些反思：第一，敬拜提升神而你的视野，好让你看到呢上帝荣耀的作为；唱摩西跟羔羊之歌，神啊，全能者啊，你的作为大哉奇哉，万世之王啊，你的道途易哉成哉，那个敬拜。 启示都是从敬拜开始的，第一章敬拜，第四章敬拜，第五章敬拜，第七章敬拜。那个敬拜把那个沉下去的眼光抬上来。读启示录，你从那个对比敬拜，就提醒你呢，是为了让你往上看，观看上帝荣耀的作为。第二，从旧约到新约，从摩西跟羔羊之歌共同呼应呢，犹太教的盼望不在摩西。 不在会所，呃，不在圣殿，是在万王之王耶稣。犹太教一定要把他最后的放放点放在高扬耶稣，而不是犹太教本身。第三，从摩西四十岁的时候，他动手解救自己的同胞，却让上帝兵在旷野四十年，原地踏步，看出，除非你有上帝的眼光，你想用摩西这种。 解放神学的观念，你其实所想救人类从恶者撒旦出来的，你不过是原地踏步，是虚空，你知道背后是撒旦在捆绑人。第四，在耶和华的日子里面，上帝最后要处理的其实是不公不义，是不公不义，上帝最后才出手，才会有七望 因此，这个敬拜的焦点都是你的道途、易灾、成灾，你的公义的作为显现出来。上帝的愤怒是公义，包括呢，在十六章第五节，天使说：“席在精在的圣者啊，你的这样的判断是公义的。”特别第六节，他们曾流圣徒跟先知的血，现在你给他们血喝，这是恶者所该受的报应。 上帝啊，你的判断一灾成灾，也就是到末世的时候，上帝就要处理人间的不公义。人间很多不公义呢，不可能今生的法官、今生的法务系统、今生的呃总统、君王可以完全公义，甚至连君王都是堕落的。所以世界上不会完全的公义的，一直到七晚到最后耶和华的日子，你不要期待世界有完全的公平。 你可能在公司，可能在家里，你可能在政治，可能在那个社会，在那个文化当中做逼迫。刘心，马丁路德说的对。他说，世界上如果有完全的公平的话，耶稣不需要第二次再来。就是世界有不公平，因此耶稣再来。那第五个反思跟这有关：末世上帝一出手，世界才有完全的公平。 耶和华的日子一降临，世界才有完全的神义论。那个时候呢，才会真正懂得第四节十五章：主啊，谁敢不敬畏你，不将荣耀归给你的名呢？因为唯有你是圣的，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，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写明出来。那个时候才有神义论，也因为十五章敬拜完，唱摩西跟羔羊之歌。 七位天使呢，就从上帝宝座那里，从神殿中就被释下来，借着四活物当中一位盛满的活到永永远远神大怒的七个今晚。是神愤怒的七晚，表示要神议论，要彰显。这位七个天使呢，崔号之后呢，就记录十六章。看看十六章，这十六章其实跟前四号一样。 七碗的前四碗回应出埃及记的死灾，而且灾害的次序呢，先从陆地，陆地倒在地上，灾的是海上，海的鱼，海的活物都死了，都死了百分之百。接着是内陆的江河，第三位天使把碗倒在江河，接着是到天空，这跟四号完全一样。四号四号碗攻击的焦点。 都完全一样，但呢，不要用重复再现的方式来赌它。因为七号跟七晚，或四号跟四晚呢，虽然攻击的焦点是从陆地、海上、内陆跟天空，实际上灾害比例是从四分、从三分之一到百分之百。第十六章第三节，海里的鱼活物都死了，都死了百分之百，灾害是百分之百。所以从四分四分之一。1 4, 三分之一到百分之百，所以绝对不是所说的并联、重复在线，而是越到末世灾难越多。从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到百分之百，这刚彰显上帝要行审判的愤怒，上帝准备行审判，因此希望人的悔改，因此先从四分之一再加温到三分之一，最后再百分之百，而且先从人文灾害，到天然灾害。 最后是超然灾害，特别十六章这些都是借的出埃及记在谈超然灾害，因为超然灾害最后上帝行审判，因此耶和华的日子要降临，因此呢十六章第五节才会有息在今在，流星没有永在，永恒要降临，上帝的公义作为要彰显，神因允要彰显，因此没有像。 前面呢有习在今在以后永在，现在跟十一章十七节一样，不再有以后永在，神要降临人间了，上帝公义的审判要出手了，世人要敬畏，把荣耀归给上帝了，要承认上帝是全能掌权公义的了。七印七号七晚最后目的要把神意论呢，透过特别是七晚七位天使要。 彰显上帝的荣光，因此七位天使呢拿着那个碗的时候呢，就有烟云充满的整个神的殿，正如以赛尔书第六章，神的殿充满了烟云，没有人能站去进去。提醒你跟我，除非你有基督遮盖，除非你有羔羊，没有人可以到上帝那里去，除非你唱摩西跟羔羊之歌，否则呢七碗一降临的时候呢，你就没有任何机会了。 神意路要降降临了。了解这个以后，你会同意呢？小伯利恒作者叫 Felix Bruce 讲的对。他说：“有基督的生命是永无止境的希望，没有基督的生命却是毫无盼望的结束。”英文是：“Life with Christ is an endless hope. Without Him,” A hopeless end, end l e s s hope, hopeless end。当期晚上帝准备完全行愤怒的审判的时候，是 hopeless end。不要趁那个之前还在测试上帝。因此，十六章我们做一些反思，好让你呢就懂得，包括你还没有信耶稣，或者已经信耶稣了，更从十六章。 来做一些反思。第一，末世才有永恒的公义，今生苦难跟冤屈是不能避免的。今生会有流圣徒和先知的血，恶者给他们血喝，到永恒的时候，他们所受的报应才会完全彰显。 才会十六章第七节说，又听见祭坛中有声音说：“是的，主神、全能者啊，你的判断易灾成灾，今生一定会有不公平。永恒里面，上帝一出手，才会有完全的公义。”第二，大自然跟人类共同见证，这世界跟人类都是过客，这世界会收摊，上帝会出手，所有的不公义最后会通通捞出来。 最后会行审判，最后有完全的公义。我们最后都要进入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城，或是最后呢没有信耶稣会进入巴比伦城。巴比伦城被毁的时候，就进入硫磺火湖，通通是过客。这世界不是你的家。不管世界你买了多少房子，通通会过去。你多少文凭，通通会过去。你多少功勋、君王、将相的地位。 通通是会过去的。第三，在末世，人所受的审判要比其他动物更严厉、更可怜。这、就是天路历程，翻阳弟兄所说的话：末世啊，人所受的审判比动物。那个时候呢，是借着气运不够，再加上七号，加上七晚，而且是完全要逼你出来，逼你赶快悔改，逼你赶快不要让撒旦继续挟制你。 那个方式呢，是倒在倒在你的身上。那个时候呢，海里都变成血了，海中的活物都死了，水都不能喝了，日头会烤人，天空都变黑暗了。除非你跟羔羊为伍，你如果跟撒旦为伍，你会比动物更可怜、更可怕、更可惜。这是第三、第四，从永恒角度来看。 人类堕落的指标呢，是对待上帝的态度。上帝就是要让你的态度来归荣耀给神。没有想到呢，这些人继续不把荣耀归给神，继续不悔改，继续的逼迫神的百姓。你生命当中对上帝的态度是关键。如果上帝你管教，你懂得说主啊，我要把里面的态度调整，尊主为大，趁上帝没有出手之前。 回到上帝面前，让上帝的公义的慈爱的手抓住你，低头祷告。天父，帮助我们知道这世界越来越灾难，越来恶者辖制人越可怕，帮助我们把眼光放在你的头上，你的勇、你的宝座，仰望你的荣光，更多的彰显主的荣光，态度尊主为大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上帝祝福您平安，再见。